其实我爹娘一直很喜欢你。浩哲哥，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兄长。况且林强牺牲以后，我的心也跟他一块死了。如果林强泉下有知，他也会希望你得到幸福。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还是等把鬼子赶走以后再说吧。那如果鬼子老是不走呢？不会的。小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家父那边我会去说的。谢谢浩哲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真好听。小诺姐，这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一首爱情诗，讲的是一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不畏艰险，跋山涉水。那你说，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有酸，有甜，有涩。或许什么都有点。那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啊？爱过，不过他已经不在了。啊？那他是什么样的？他叫林强，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他勇敢、正直、善良，富有爱心。他是怎么不在的？打鬼子的时候牺牲的，已经一年多了。那你现在还在想着他吗？想有什么用呢？其实我心中的伊人，是我们俩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不管道路有多远，有多艰难，我都会苦苦求索。说得真好，我也要像你一样，追求自己的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哎，我的理想啊，就是要成为一名神枪手，像老魏一样。然后学会很多很多的字，变得跟你一样。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消灭小鬼子，最后呀，实现共产主义。大小姐，这是最近几天的出入账。请您过目一下。好，过目。我今天有点累了，明天再说吧。啊，好的好的。大小姐在这儿坐了一天了，回去早点休息啊。那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老七啊，哎，满洲交通公司的那个账排好了吗？哦，您放心吧，这是二当家亲自交代的，耽误不了。哎，把那个满洲交通公司的货单给我看一眼。好，行。啊，大小姐在这儿。哎，你看。啊，没事了，你们先忙吧。小诺，你有什么想法？先听听你的想法吧。信义堂的兄弟
大多都是好人，只是被马有德利用了。我想，只要我们耐心说服，是应该可以劝降他们。可马有德会不会狗急跳墙啊？所以我们要把马有德和他的亲信分别对待。我是想咱们集中所有兵力，将他的船队围困住，再由丁水妹带几个水性好的队员悄悄摸到马有德的船上，将他拿下。同时，我让唐胜在暗中协助你警戒。 擒贼先擒王，我觉得这招挺管用的。但是我在想，这船队回去了以后，骆明义怎么向满洲的交通公司交代呢？这有什么交代的？就说货丢了，大不了赔钱。你们想啊，满洲交通公司运的货物号称是草料，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准备几船草料，给他来一个偷梁换柱。到了码头一卸货，他们想不认都不行了。 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嗯，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个背黑锅的人。谁呀？最合适的人就是马有德。到时候啊，咱们把马有德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消灭掉，然后让回去的人说是马有德中途换了货，然后畏罪潜逃。哟，小诺姐，你也够狠的。对敌人的凶狠就是对自己的仁慈，你学着点吧。 水妹，你去把各小组的组长叫来，咱们再合计合计，别有什么纰漏。行，那我去叫。哎，二当家的，这趟活跑完，你可就发了。多福多福啊！哎，听说回去你要娶那李春苑的小杜鹃，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哎，二当家。 是新南城有名的大红人，再说就那么大的地儿，二当家的和那小杜鹃，那真是郎才女貌，定会成为新南城一段佳话。严重了，严重了，到时候我一定请你过来喝杯喜酒。那是自然，你不请我，舔着脸也要去。快，快，快，抄近路，给队长报信，快走。 紧张，我是老魏。老魏，你想干什么呀？马有德，你心里没有鬼就不会害怕。你的事儿已经漏了，我看你还是争取个好态度吧。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哼，那我就当着弟兄们的面儿，给你抖了抖了。你背着大当家的，帮助小鬼子偷运军需武器。 甘当走狗汉奸，有没有这事儿？笑话，什么叫汉奸呢？老魏，我告诉你啊，咱们俩熟归熟，你如果肆意诽谤的话，我可跟你没完。<笑>满洲交通公司是小鬼子操纵的公司，他们给信义堂开的全是假货单，而你呢，在私底下配合他们，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你也太天真了吧！你胡说你，你血口喷人。 那好，如果你想证明你的清白，那就让我们上船开箱验货。如果我要是冤枉了你，我当着弟兄们的面跟你磕头赔罪。老魏啊，我们信义堂跟你无冤无仇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谁当汉奸，谁就跟我有仇。弟兄们，老魏是找借口想抢货，抄家伙，跟他们拼了！弟兄们。 马有德，把你们大家都骗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弟兄们，老魏是妖言惑众啊，他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哎，二当家的，你就让他上船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他老魏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你放屁！我们信义堂的船队纵横白洋淀这么多年，那是说查就能查的吗？我们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老魏，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开。
开枪！不许动！别动！兄弟们，别动！别枪！别动！把枪放下！对呀！别动！出来！枪！走！你。马有德，马有德，你嘴够硬的，我倒要看看这个家伙的嘴够不够硬。我是无辜的，船上装的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老实话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一、二。我说，我说，我说，船上装的全是日本人的军需药品。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被这王八蛋给骗了，我真的不知道这船上装的是日本人的军需啊！编，你继续编。马有德，你够大胆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杀人灭口？丁什么呀，我们信义堂真的是被蒙蔽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胡说八道啊。丁什么，把他的枪下了，我们优待俘虏。便宜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被迫的，我们不会为难你们，等我们把药品和枪支卸下来就放你们回。兄弟啊，兄弟们一路小心，放心吧，老魏，那军人们把药品卸完了，我就赶快带上船回去。回去之后还是按照预定地点接货。嗯，如果货主有疑问，你就一口咬定货单上写的是草药。要是有人问起马有德和满洲交通公司的经理，你就说他们半道就下船了。好，放心吧，老魏。不过这事儿啊，你最好去跟我们大当家的亲自说一下，要不我们底下人很难做。放心吧，陆大哥那边我会去说的。嗯，那我先走了。好。老魏，我今天下货有两船都是军需，除了药品和火药之外，还有棉服、棉被、罐头，这下咱们可发了。这小鬼子还真是挺仗义的，把咱过冬的行头准备好了。一会儿把草料装好，让弟兄们赶快回去。哎，那马有德那些人怎么办？先带回去关起来，回头再处理他。慢羊座，二十一吧。对，来，大家注意啊！来，四姐，你点清楚了啊？看你背的这是什么呀？你背个电台干啥？这也没人会用啊。先留着吧，队长，早晚有人会用了。队长，你知道上回独立营缴获了一台，到处臭显的，咱这比他那新，比他那好。行啊，你小子挺有心眼的。行了，先放我屋去。好嘞。顺便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关你什么事儿？你们不会是水匪吧？你才水匪呢！那你们怎么在这荒郊野外的扎营啊？我们有根据地。哎，怎么？你想套话呀？没没，绝对没有。没有，就走着。哎，快点。好好。起来，起来，少跟我说。丁水妹呀，我刚才还主动击毙了一个汉奸呢，你就不能算我将功补过呀？我说你脸皮真够厚的，这杀人灭口叫将功补过？你怎么说话呢？快走，起来，少废话。水妹啊，我们信义堂从前没得罪过你，你就把我们给放了。闭嘴，小心点，我把你的嘴给堵上。弟兄们，一会儿进去，把他们五个人分开绑。是。进去。快，进去，快。
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请打请放啊！快快快！马有德呢？他跟贵公司的经理半道下船走了。这货不对。怎么不对啊？这货单上写的是草料啊。再说是贵公司的经理亲自监督装的船。哎，你瞧，这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呢。你混蛋！哎，你们竟敢换我的货！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哎，我说这位先生，咱说话可得凭良心呐！这装货卸货全都是贵公司的人呐，我们压根就没有插手啊！再说这明明是草料嘛，难道让我给你换成黄金不成？你等着瞧！哎，卸货。我怀疑是马有德监守自盗，在半路上将我们的军需换走了，然后畏罪潜逃。バカめ、やつが生きてるのはイラつく。俺が行って捕まえてくる。詐欺。冷静になるんだ。この件はそんなに簡単には進まない。マヨダが。これだけのする気持ったまま思ってると思うか。隊長、利益を目の前にすると誰でも見境がつかなくなる。カホコは今我が皇軍の支配下にある。あえて我々を怒らせるようなことはしないはずだ。八郎か土肥だったら別だがな。彼のような楽をして利を得ようとするような人間がやらかすとは思え。満城朝東宮寺の陣にも一緒に姿をくらま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渡边太君，此人一向稳妥可靠，而且他一家老小还被我们控制着，他绝不可能背叛皇军，一定是马有德胁迫了他。不可解なことが多すぎる。我々は今バイアン年で本当に。一体何が起こってんのか分かってないのかもしれん。新一丹の船員はこの状況を知ってるはずです。何人か捕まえてきて拷問にかけて口を割らせましょう。それも一つの方法だ。佐々木、松井の憲兵隊と連絡を取ってひっそりと目立たないように行動させろ。前与田の写真を各拠点に配って。捜索を開始しろ。はい。老魏说过几天他会过来亲自跟你解释。哼，这个老魏简直是胆大包天，他是想害死我吗？哥，不用怕，咱们占着理儿呢。货单上明明写的是草料，我们给他运的也是草料。再说，马有德已经被抓起来了。没有人可以对质。幼稚，小鬼子是讲理的人吗？老三，你下去以后把参与货运的那些兄弟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明天押船去保定，警告他们千千万万要保守秘密，不要乱说，否则的话日本人放不过他，新一堂的其他兄弟也不会放过他。好，我这就去办。太君，你们干嘛？把盖子，先把盖住。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是啊是啊，太君，我们都是良民啊。少废话。
接这个。罗鑫，你是怎么知道这批货里夹着军需的？我不知道啊。我是你大哥，别瞒我，一旦泄露了，我好知道进退。好吧，其实是我告诉老魏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老魏早就查出来满洲交通公司有问题，让我密切留意，一旦他们出动，就把时间、路线、货物内容都告诉他。哼，你为了老魏，可把大哥害苦了。哥，老魏说这也是在帮你。马有德一天不除，信义堂就一天不得安生，保不齐哪天他把咱们卖了都不知道呢。胡说！就算是要除马有德，也用不着他帮忙吧？这是我们信义堂自己的事儿。他不是你妹夫吗？也算是半个信义堂的人。大当家的，大哥出事了。我们一共四个人到德福楼吃饭，忽然闯进来一群日本宪兵抓人，我手脚麻利，从后窗跳了出来。其他三个兄弟呢？他们可能被抓了。小鬼子动手够快的。哥，那现在怎么办？必须马上救人，我怕他们扛不住小鬼子的严刑拷打。咱们去宪兵队要人。嗯，只能来硬的了。小罗，到，去集合弟兄们，咱们去宪兵队。是。放人！放人！どうしたんだ。報告渡辺隊長。信義堂は衝撃憲兵隊を組み、謀反を企ててます。胡说！明明是你们无缘无故抓了我们三个人，还打伤了他们。まずい、本当か？報告。満州交通会社の経理が信義堂の品物をすり替えを行ったと告訴し、私は彼らを連れて戻り調査に協力しただけです。哎呀，这可就奇怪了。仅仅是生意上的纠纷，他们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直接找我谈就行了，不至于让宪兵队出面吧？罗信小姐，家里兵荒马乱，何必要担着当红雪？为了考虑你的安全，还是你先回去吧。信义堂的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要我走，先放人。你要人？走了，走过去。是。連れてきました。入ったか。いいえ。你想要人，是吧？是。好。这是你想要的结果。渡边，你太狠了。我已经任你们很长时间了，应该让你们知道规矩。我不想看下一次。马翠君，注意にも程がある。あれだけバレないように動け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すみません、私の責任です。收到天津的消息，我们的货确实上船了。
看来问题是出在路上，整整两船的军需，这不可能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就算是坚守自盗，那也需要人力和时间啊。这些船上的船员，他们毫不知情，也不太可能啊。对此事，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是马有德干的，那他肯定会出手。咱们只需要在黑市上安插眼线，那很快就能找到源头了。但我害怕，根本不是马有德干的。我也有此怀疑，只是没有证据。两船的货搬来搬去的，肯定有人看见了。咱们可以找人下去打听一下啊。我々は特命を派遣するためにいつもすべて発見される。この前は三人すべて捕まえられた。宋将军，咱们要靠本地人才行啊。那皇军又不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那当然很容易就露馅了，啊？这么说，徐大夫，你终于站住了。养伤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对付雁翎队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好，那尽快行动吧。啊，是。小鬼子动真格的了。哥，对不起，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已经这样了，什么都别说了，硬扛吧。要不要跟老吴通个气儿啊？别跟我再提他，他害我还不够吗？哎，准备，准备，站住！啊，我跟沈妹很熟的，我就跟他说句话。沈妹啊，你从前去我们信义堂的时候，我们可是大鱼大肉供着你啊。你就给我们吃这个，这不挺好的吗？这还挺好啊，你这叫虐待，你知道吗？虐待，我们吃的还不如这个呢，把你饿几天，给你猪食你都得抢。你们吃的还不如这个，难怪啊，我就看着你这气色不太好嘛，你得补补了。哎，这么着吧，我身上有钱，你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回来咱们大家一起改善改善，好不好？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我身体好着呢。哎，你看。你那四个弟兄怎么没意见啊？他们怎么没意见呢？他们有意见，只不过他们不敢跟你提。他们哪像咱们俩这么熟啊？如果他们跟咱们俩是这么熟的话啊，他们也出来问你了啊。我们从来在信义堂都不吃。闭嘴！爱吃不吃，饿着吧。哎，姊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快说。我想去趟茅房，憋着吧，尿裤子里。你怎么说话呢？你想上茅房的时候，你憋着呀。我得去趟茅房啊。憋着，进去。你们这就是虐待。哟，这是谁惹咱们副队长生气了？那个马有德。他嫌我们送的饭不好吃，又嫌住的条件太差，一会儿拉屎一会儿撒尿的，烦都烦死了。我看干脆一枪毙了得了，留着也是累赘。咱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你没学过呀？那对待小鬼子还得讲人道呢，更何况大家都是中国人。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自己看着去。哎呀，算了，咱们这儿确实不适合关俘虏，改天送到军分区去，那儿有个农场。让那些鬼子汉奸在那儿劳动改造。哎呀，谢天谢地，赶紧送走。哎，指导员，回来了。啊，辛苦啊。指导员，许司令都说什么了？许司令收到咱们的战利品，笑得嘴都合不拢。后来呀，我把战斗过程跟他汇报了一下，他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还把老魏啊夸得跟花儿一样。哼，他呀，别老呲儿我就谢天谢地了。对了，许司令还说了。要给咱们记一次大功，记个大功，太小气了吧！你别不知足了，
咱们应力队才成立小半年就能立次大功，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有，上面啊要给咱们派两位记者来采访咱们，说了，给咱们要树立一个典型。什么？典型？就是树立典型呢，就是把咱们当成榜样，让大家都来学习我们。哦，知道了。哎呀，我现在在想啊，这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下一步又会出什么招？老乡，老乡，问个路，请问电心庄怎么走？你去电心庄啊？对。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转弯左拐就到了。谢谢啊，老乡。不客气。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啊，我们啊去电心庄做点小买卖。哦，谢谢啊，队长。那个戴礼帽的人，我看着有些眼熟。我们在哪儿见过他？好像是我们村的何思源。这小子以前就是个吃色分子，不过不敢肯定。哼哼，你可错查一千。怎么放过一个？准备抓活的。是。何思源同志，哎，真是你啊，何思源同志。是，你们是谁啊？我们是雁翎队的。雁翎队？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啊，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们注意你们的行踪，没想到就在这儿碰见你们了，真是太巧了。真是没想到。哎。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安岩。哎，你好，你好，安岩同志，我叫傅大石，叫我大石就好了。哎，大石同志你好。哎呀，幸好在这里碰见你们，这里的地势太复杂了，我一不留神就迷路了。没关系，有我呢。同志，咱们往前走，就在前面。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我们这次来呀，专程就是为了来采访你们雁翎队的事迹的。特别是最近的这次战斗，真是太精彩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打鬼子是咱们雁翎队分内的事儿啊，怎么能说没什么呢？这次战斗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对吧？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主要是啊，领导计划的好，再加上兄弟们都很卖力气啊。大师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嘛。是啊，别这么谦虚啊。哎，这位同志，要不你来跟我们说说吧。说说什么呀？就说关于这次战斗呀。啊，那个哪次战役啊？最近的这次。兄弟们，好家伙，你们什么意思？你们，对不起，你们被捕了。你们是狗特务！我的相机你放了，滚！救命啊！放人！救命啊！兄弟，怎么回事？我，你们是谁？你别管我们是谁，你先说怎么回事。我们是来找雁翎队。不用找了，我们就是雁翎队。你们不会是假的吧？哎呀，肯定是真的。同志们，快去救人！马有德呢？走。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在殿上走，突然听见一声枪响，然后就去查看，从水下捞上来一个受伤的人。他说狗特务抓走了军区派来的两位记者。什么？然后我们就去看啊，谁知这马有德趁乱就给跑了。那现在两个记者在哪儿？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追踪狗特务，一路去追马有德，可没找着马有德呀。我怕耽误事儿，所以就赶紧回来报告了。咱们赶紧出动去救记者。这马有德要是跑到日本人那边，这信义堂和骆明义就麻烦了。是啊，这马有德肯定会进兴安城，咱们赶紧通知骆明义，让他派人围堵。现在通过情报网肯定是来不及啊。咱们让宋教官跑一趟。好，丁水妹，我们俩去救人，你跟宋教官说一声。行，走。谢谢你啊，我是失足落到水里的，要不是遇见你我就完蛋了。恩公啊，我脱力了，你有没有什么吃的？好吃，真他妈好吃。什么人啊？看不出来，好像是打鱼的。来，我看看。不对劲儿啊，说是打鱼的，可是家伙事儿不全，而且这帮人看上去慌慌张张的。哎，先别管他们是谁，拦下来问问再说。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是雁翎队的，在执行任务，过往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石大富，别开枪啊，不然我打死他。石大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阎王老子不敢收我。少废话，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我刚跑出来就让我当俘虏，我可不干。不如咱们谈谈条件，做个交易吧。你有什么本钱谈交易啊？这两个人可是军区下来的记者，这还不算本钱吗？出个条件吧，放我们走，我放了这两个人，怎么样？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老娘，你看怎么办？要不然咱们先把记者同志救回来，狗特务可以回头再收拾。可我不甘心就这么放了他。没事，先把人要回来，我们再跟着他们。石大富，我们答应你的条件，放人吧。那不行，我们必须到了安全区域才能放人。这样，你把他们放了，我给你当人质。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当人质吧。你放心，他不能能把我怎么办。你还犹豫什么？我一个女的
能把你们怎么样啊？好吧，你先过来，一定要小心点。给他们松绑。起来。把相机还我。走吧，让你兄弟别跟着。弟兄们，原地待命，我一会儿就回来。大家把枪放下，船靠边，让他们走。走。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啊？江湖人称猪婆龙。好，够凶悍。你就不怕我扣下你，不让你走了？这是在白洋淀，你要是想拦住我，哼，怕你没那个本事。你倒是考虑考虑，自己能不能走得了吧？我倒想试试看。冲冠，凭栏处，小小女婿，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小小女婿，不可有失方。